3.8 输出夜王啊，贪酷，哇，3.8输出夜王，看到没有？或许这就是夜王吧，哈哈哈哈，王达也真快乐，平均都是5.7啊，老板，今晚做不了夜王，要不换个位置吧？平均都是5啊。18岁，天才夜王，巅峰赛把把乱杀，冲！无所不精，无所不会，这就是夜王。哎呀，我死机了，兄弟们，电脑死机了。哇，完了！我操，没咬死，操作还是异常丝滑的，经济也起得非常快，前期让他拿点小优势怎么了？1600的终究上不了台面。哎呀，坏了！哎呦，操！干死他！哎，舒服了。嗯，这就是野王，野王就是说。你不管死多少次，他这个经济总有办法起来。老板，晚上好。15了，15了。对吧？这波怎么样？这波有说法没有？红给鲁班，我不要。这就是野王的掌控，哎，真机漂亮，啊，鲁班怎么闪现下去干嘛呢？你就没有一点点出动成分，扑下去干嘛？人家闪现下去，你也不过。我扑下去是收真机，他闪现下去就太蠢了啊！为杀一个真机，我就问你，是不是真要看我的宫本？给你个面子，来！这把宫本随便打，徒弟都国1宫本了，那师傅他到底得有多强呢？这到底这是真是个问题？那师傅他得有多强？你告诉我。毛有错，来来来，我打，我好快，这就是师傅啊！哎呀，被推回去了，兄弟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微波炉，我操，好屌啊！哈哈哈！啊！这英雄真的有点超标了。夜王，啊！看你和欺负他。我以为这1/2我没看到。皇家认证，特级秘密。我就说这杯。或许这就是野王吧，哈哈哈哈！王打野真快乐，所有打野无一不精，全会。啊！野王变强，坏了。随便拿下的，哎呦，多难啊！让他们自己猜，这把我不报小号，前提先跟你们说好小号啊。哪里？哈哈哈！哇，他妈老子一个法师成山最高，请选择吕德华戴妃，我是吕德华。哈哈哈！投了，华爷，华爷，绿头龟，哇！看你那嚣张的嘴脸，我好想干你啊！请选择你的分路。你再说一句，你再说一句试试看。那打哪个？野王，这把杀掉。
镖一击如何？我按错了。杀掉一击，先打好自己的行不？他妈的姜子牙，老子与你不共戴天，我日了！望月行。他有刘邦，开始野蛮的运营了，不然要输了。漂亮！啊！一把游戏三个被扣分，三个扣分，看到没？你是第四个，你信不 ？Hello， 男的，男的你就走，不是走，他要羞辱我。还有一个是，我那个战队要叫什么名字呢？就是这是那个老王杯的那个战队啊，我得起个战队名啊，来。弹幕的，发挥出你们的脑洞，想个好听的战队名。阿卡没有大的，你要不要换鞋子？你要换？哦！哎呦哎呦，坏了坏了坏了，要撞了！秒换，秒换复活，我秒换了，真我 ，yes， 这拿下，那就叫做加美拉战队。你看我的选手秀不秀？我的海麦有聊完，你的关麦干嘛呢？一秒低也不错 ，K 图啊，能不能搞个助攻啊？表弟乱杀了，你在这里主来主去，主来主去，你倒是打人啊，真不打人了不？哇，我的脸都给你丢光了，表哥，你有什么脸？你有什么脸？你有什么脸？你在那逼逼赖赖的，你是真的烫啊！说实话，有没有5%的输出？知道吧？有没有5%？有没有？3.8输出夜王啊，坦克！哇，3.8输出夜王，看到没有？没办法，上把没人跟我打架呀。我3.8输出，哪怕一个人都不止3.8。说实话，哇，我最近我刚刚上一把的队友打个打野3.8输出，打个玄策全场梦游。还有我玩百里守约带飞他了，3.8输出的打野你有没有见过？宫本武藏、冷坤举，哼，哎，冷坤举，哎，不过这个宫本是真的菜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宫本打得很呆，这个宫本也像个冷坤，看到没？冷坤嘛，一休嘿休，嘿嘿嘿嘿。啊，有1700了啊！野王，打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是赢，赢也要赢得光彩呀、啊，多窝囊啊！窝囊了吗？1600分打3.8输出，这把高分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我堕落成1700叫高分，这也是我极其看不起的一个段位罢了。
确实。断线呐、啊，后哇，这赵云去断线不就一波啦？上路，大家想骂呢，一波去断线不就一波了？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赶紧点塔！喂，再赢！耶！嘿嘿嘿嘿嘿！差一把，一千七。我都说了，我一定要用我的打野打回1700分，差一把，然后我才玩别的。哇，这把兰陵王确实有说法，暗杀狮王之王确实有说法。杀老虎，漂亮！先把他红 buff 拿了，再杀白起，漂亮。夜之王，夜之文子，白起，哎呦，好、哦，看到没有？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没有发现没有？各位弹幕老师发现了没有？我操，完了！后期避暑，因为我上了。进化，来。哎，漂亮，他死了，惩戒一手。他死定了，我都这么善良了，你还处处惹我。赢是赢了，但是身上有点痒，说实话。你痒吗？看着自己的操作。还破三路了呀，破三路了呀，不急呀、啊、破三路随便赢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兵线这么好，时机。哇，你能犯这种低级错误，白灵守约！我操！快点输出，老板，好想看你输出说什么。哇呀！我们要想着赢，那个分没用的，又上不了大国服。哇，这个低分法师，幸好有你，不然猴子真炸了。哇，没动过，哎，好像可以反打一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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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帅得很，我操，换了，还行吧，哎呀。不急，刺进去，擦，哒哒哒哒哒，不是你们到底怎么死的？他们技能都在手里。马超打的确实是有点难啊，这个马超一直掉点，都不知道是第几次了。马超，你他妈真是个千古罪人，千古罪人，知道吗？马超，一下埋伏都死了，6-0打成7-7，这狗屎！真的，队友排到你是一种悲哀呀、啊，你就是个千古罪人，害群之马，老鼠屎，知道没？
还问号，有脸扣问号。华哥，华哥，我是你粉丝，华哥，终于排到你了，华哥。他刚刚也骂你，骂你了。没骂。华哥，我尽力了，华哥，我靠，我不知道是你，我的头像，我的头像不是故意的，华哥。哦，没事。前期就点马超，马超掉点就喷马超，人家一心不跟你守野区就喷一心。我喷他了吗？哇，你这变脸的速度，那搞得过你？小三，滚！木羊，木羊，木羊，木羊。小丑。非常的小丑，一波，吓死我了！哇，就操作，老子都差点给你看晕了，这把不是我拯救，不是又没了啊！可以，老板你还是很衰的，我认可你了，马口之王，看了我真的人都差点晕了，我还晕了。这把就叫你打下去能不输、哦、啊，有貂蝉这个高手在，我再怎么打都能赢。走地鸡，鸡哥也行，哎，鸡哥这把晋级1700，晋级1700就完事。1600是低分，1700也是低分，一样的，在我眼里。来吧，看看天才野玩的节奏。没电没包。粉龙包，你妈的傻包子！你的感觉不错，老板，你的感觉很对，已经炸了。你的难道是第六感又来喽？感觉很对，漂亮。他可以包这么多人呢、啊？不亏是不亏，我这出门就死，出门就死，我靠！我现在老子在开龙，没有一个人来的。他妈的真的确实这把蠢不配赢，震惊长安第一拳，没想到就炸了，硬来，梅兰，没事没事，骗了两个大招。哇，梅兰，我日了！总有办法。我操！怎么？剩我一个了。管你妈，这下晋级不了了，又在1600了。今天可能打野的思路差了一点点，你看看平均都是5.9、5.几、5.几。要不你明天下午干嘛？你别打，你叫小天使跟你一起播，然后你们俩上点分。哪个号？这个。这个、算是弥补你掉我300分的那个错。行吧，